第十三题，右图为上述四个视频的体积对质量的关系图，请你判断一下甲、乙、丙、丁四者分别代表的视频为何。我们图上面可以看得到，在相同体积的时候，我们的甲的质量最大，丁的质量呢最小。所以呢，密度大小次序正好是甲大于乙大于丙大于丁。那我们回到前面来看到，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视频是它的密度呢是最大的，所以呢它就是所谓的甲。那么依序呢，这个视频三就是乙，视频二就是丙，视频一就是丁，所以呢甲就是介质，丁就是手环。因此。 第十三题，问我们说，甲、乙、丙、丁四者分别代表的视频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甲为戒指，乙为耳环，丙为项链，丁为手环。